第四十计，在谈失眠和平移、华经等新人常见问题的应对方法及长久戒色的奥义。最近段时间赶上年反复，伸长了脖子指望老师的心计给力没望到，只等到一个视频图片集。因为有飞翔带路，我们这批左右时间一起戒的人有几十个戒友戒断百篇，不少伤经并不严重的人都结婚了，虽然有些人又破了戒，但他们勇敢地爬起来，继续紧跟飞翔老师的戒色步伐，又戒断百篇以上了。戒色吧有飞翔老师真是大家的福音。说起来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了，有好榜样，有正确的方法，飞翔老师可是自己摸黑领路呢。固肾功和锻炼口诀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戒色养生方法，简单、实用、有效。戒色是在身心恢复前禁欲，戒手淫、戒意淫、戒房事得和爱人商量好，把身体养好了再有节制的行高质量的房。虽然学生我离开戒色吧和戒色论坛了，可还是有不少新戒友每天加我咨询，而且都是重复提类似的问题。原来在戒色吧每天平均七八个人，现在每天也保持在二个人左右，如此大的咨询时间量让我很难受，再次体会到飞翔老师的辛苦，回个贴发张图还常被百度抽风抽掉，嗨。春节前溜好的计划一拖再拖，眼瞅着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老师的四十计还没发出来，赶紧出个抢先版，把近期戒友问的最多的问题回答下，并把学生戒了一年的心得拿出来分享，愿戒友们早悟到戒断，早恢复精气神，早点把身心养上去，做中国龙不做东亚病夫，强身健体。其实戒色不用这么痛苦，要简单快乐的恢复身心健康，除了飞翔给大家的纵欲、熬夜、久坐、完蛋的公式，再给戒友们一个快点恢复的公式，禁欲、养身、乐观。许多前辈戒了几年，不注意养身，心态不乐观，身体还是很虚，情绪没调整好，还容易出更大的问题，比如焦虑、强迫容易引起遗精、尿频、尿急。抑郁容易吸烟伤身，面黄肌瘦，厌食等。我是无神论者，但就算是有宗教信仰的更应该乐观呀，慈悲本身慈就含有乐观的成分。认识到位的尽早脱敏，别总想着这事，把时间和精力移情到正事上去。许多戒友在恢复时会有段时间想死，这是后悔的正常现象。学会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推荐方法一，边做固肾功边向家人鞠躬道歉。二，放生积德化业，这点向小土豆吧主请教。就我咨询过的案例来看，通过忏悔过好生死观世道坎，许多戒友一后悔又通过破戒来发泄一下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抢先版，想到哪说到哪吧。失眠有相当多的戒友问过我怎么办，许多戒友辛辛苦苦戒个几十天，因为失眠难受不知道怎么处理又破戒，是件很遗憾的事。这里给几个方法供失眠的朋友参考，把戒色吧飞翔老师的精品贴下到手机里，睡不着时学习一下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还能增强戒色定力，学到飞翔老师的知识，一举几得，何乐不为。失眠的戒友还可以放点轻音乐，眯着眼养神，不意淫，做到念起即断，如果皮衣起来打坐念弟子规也可以。还有个预防方法效果非常好，就是睡前一小时注意不要一运动完就睡觉，做200个以上固肾功，晚了洗热水脚，按摩下脚掌又更好，然后散会步，身心尽量放松，不去想让大脑受刺激的事。有的戒友问我运动了2天怎么没见效果呀，
贵有恒，何必三更睡五更起，最无益，只怕一日暴十日寒。运动一两天就有很大的好转不可能，又不是仙丹，坚持一两个月，每天坚持个把两个小时，飞翔和老彭都推荐众戒友没恢复前以轻运动量的为好，如站散步、站仰身桩、下蹲，不是马步冲拳。马步冲拳有许多弊端，故肾功、八段锦、扣齿、甩手为首推活动。大家开始不用急，我当初一天做30个下蹲都很难坚持，一年坚持下来，现在每天的基本运动量是固肾功540个，下蹲30个，散步是饭后最少半小时，大家可以搜下暴走妈妈，俯卧撑34个，扣齿、甩手不计，大家可以找小土豆呵呵哈组队运动。许多戒友急于求恢复，听信广告宣传的出了钱病却更重了，牛皮癣疤有两个大疤，既然还是专门卖药的骗子。俗话说是药三分毒，飞翔老师还专门出了一计，明确指出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动补，坚持运动才是快速恢复的王道。据我认识的戒色前辈，相当部分没恢复的都不能坚持运动，气血虚，身体也跟着一瘸一拐，跌跌撞撞的，即使进了几年狱，因为不注重养身和心态调节，情绪管理方面还是一身的病。睡前用双手握拳轻捶小腹效果也非常好，我天天坚持。俯卧撑做两种最基本的就很不错了，贵在坚持。不要去追求有多少种做法，拉伤了韧带还得不偿失，本来运动是件好事的，结果搞得花里花俏的还伤害自己。光明蜘蛛师兄推荐的石谷米粥倒是可以常吃。纵欲无论从中医、西医、心理医生来说，实际上都是有害的，可惜的是社会上太多专家披着一层白衣，戴着专家的帽子，高举着无害论的招牌招摇撞骗，害了无数戒友。身体恢复前把烟酒都戒了，恢复更快的。有不少戒友因为恢复慢找我咨询，我都劝他们先把这两个戒了。很奇怪的是，现在抽烟的女性也多起来了，我原来咨询过的女戒友大半都是烟民，戒了配合坚持运动，身体恢复得非常快。过量运动也不科学，过犹不及，切记适度运动是最好的恢复良药。戒色最终要靠自己，老师的方法再好再全面，终究要自己琢磨悟道，熟练掌握属于自己的断意宝剑才行。好比老师一把巨型的圣剑，你可能没这么大的力气施展和挥舞用来斩淫魔，但你完全可以有一把自己小巧灵活的利剑，长磨利宝剑的锋芒，才能又快又准地斩淫魔于马下。飞翔老师早期最经典的三张戒色图片，让学生悟道，人要有点精神，有点骨气，有点志气，像竹石一样咬定青山不放松。戒网瘾不用说了，我也专门写过一篇如何戒网瘾的帖子，还做过三期讲座。许多戒友就是因为沉迷网络而破戒了。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、核桃、山药、红枣等食品大家可以多吃养身。中医最好2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。西医最多50分钟必须起来活动一下，一天最多做10小时。心理医生，人的注意力一般只能集中20分钟左右，久了必然会疲倦。下面谈下戒友问的最多的另一个问题，频繁遗精的问题。其实许多戒友心里面一定明白，自己一淫断不了，白天淫的太多了，晚上就非常容易遗精。伤精伤的重者，精关不顾，又不坚持做固肾功，也容易遗精。
还有的喜欢用被子蹭下面打擦边球，也容易遗精。久坐更是容易遗精，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还会频繁遗精的话，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比如心情急躁、焦虑或者其他不常见的原因都可能是频一个原因，本身身体就虚了，再频一是很伤脑筋。没关系，找到原因改掉就是好同学嘛。毛主席都犯过错误，更别说我们普通人了，是吧？这里再教大家一个绝招，当然前提是禁欲，不然再好的办法都不能治遗精。我用这方法已经100多天没移过了，300天反复都没移。这法子我还教了许多戒友，他们照着做也一直没移精了。就是快移或者念头起了，赶紧将意念集中在尾椎骨上，同时缩肛，纵使闭气保平气，效果又更好了。大家可以自己多练习，多做笔记，多总结适合自己的方法。其余什么生殖器、升高、鼻炎、慢性支气管炎、牛皮癣、尿毒症、脱发、口臭、自闭、自卑、焦虑、社恐等等，通过戒色都能好，成功案例举不胜举。飞翔老师原来发的帖也多次提到，就不一再回答了。大家要跟着成功戒断恢复的前辈学，如飞翔、光明之珠等，戒色之路会事半功倍，恢复也快，不用绕大弯子了，也不用摸黑赶路了。再说下破戒方面，2012年春节开始戒的我这批，现在有几十人戒断离开了戒色阵营，我也马上要溜号了，中间也有相当多的人破戒，但是我们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戒断恢复健康。破戒了多散步，活动开气血，推荐泡红枣、桂圆、枸杞等原料的养身图。破戒并不可怕，破了不能白破，一是要有惩罚自己的手段，记得住教训，如罚自己一天不能做，罚自己一个月不准上网，罚自己每天加100个固肾功，罚自己帮家人洗衣服，罚自己半个月吃全素，都是非常好的办法。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，找到破戒的原因改正就是了。许多戒友破戒后很好的忏悔思过，然后加固自己的防色盾牌，又坚持运动，加上伤精不重，恢复比我还快，溜号比我还早。最后说下如何保持长期戒色，看起来是个很难的话题，其实说开了也不难。给大家一个公式，记住痛苦，大家搜下犹太人记住痛苦的方法。我是每天早上醒来先回忆一下过去的痛苦，即时断念法，四部曲什么的下念头复习一遍，转移就 OK 了。许多人不懂乱说，让人很气愤。比如戒越久念头越重，简直是最大的玩笑。中医经满不思淫，意思是元气养足了根本就不会动念头。就拿我自己亲身经验来说，过了100天欲望反复后，念头就小了很多，200天反复后基本就没什么淫念头了，300天反复都没遗精。关键是要戒淫，断念要断得快。有不少戒友问我，是不是戒到我这份上就不用担心破戒了？这点呢，我用两个戒色后差点破戒的事情来回答。一次是和客户出去玩，这丫叫了双飞，还边看片，声色犬马及环境刺激下，我下面也跟着起反应硬起来，吓得我赶紧借故出去了。我想要在房间里面再多待阵子，我保不准会跟着完蛋。还有次和女朋友聊天，她不断暗示我要结婚了，当时装作不懂，回去后心情很坏，自己戒了有段日子了，没有完全恢复。这里提醒伤精轻的，不要以为破戒。四没事，自己身体好吃得消，要知道每破戒一次，身体的机能点数都会下降1分。估计还得养个1年半载的才敢结婚。
结果越想越气急，就坐着上网看新出的电影，里面有 H 镜头也没跳过去，还看到晚上快12点钟才不情愿关机，当时就感觉很危险了，连忙运动了一个小时，下蹲、固肾功、俯卧撑什么的，还是念头频起，搞得我晚上睡觉都非常小心，把手放出背外，边听儿歌，提高警惕才睡的。戒色是个系统工程，伤精轻的百天或者半年就能恢复，伤精重的估计得花个一年半载乐观养生了。过去伤害自己这么重，妄想着一下子吃什么灵丹妙药就恢复健康不可能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的身体，我是做好了再养个一年半载的准备，等身体全恢复了再戒百天后结婚生子。家里催也没办法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了，万事万物都有定律法则，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不扯了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早点恢复身心健康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中国人。差点忘记回答一下恋母 J 女同等性取向扭曲的问题了，戒色，思想正气教育。心理学上用认知行为疗法、厌恶疗法和系统脱敏法效果比较好。推荐书：犹太人智慧枕边书，这本书能帮你戒烟。清华厨神张立勇，当下的力量，家为什么会伤人，超越自卑，自控力。